上就有一个桌子形成一个孔，把左线套到这个孔里，拉紧，它又形成一个四足圈。看一下，然后这一层做到最后一个，这个是首尾相连的，所以左线交过两个，就是过下面这一个，再过上面这一个，左过二，还是四足圈，所以右线交加一个就行了。接下来这步很重要，它这个不在这里吗？你不是往这边过足足，你是往这下面足足，就这下面是足旋桨。那这样看不是这样子往上面的，是往旁边这样子。就是说，要过旁边这个柱子，看一下是过旁边这一颗 ，OK， 不是过旁边这一颗，这样要斜着往上了。Thank you.
现在是往上面的，做好了就变成这样子。接下来就收尾了，左还是过一，右还是加二。直接打个死结就好了，就不用那个打扣什么的，因为已经结束了。先这样子，这个就做好了，然后用打结以后用线回穿，这样子把这个结头拉到珠子里去，然后用鱼线随便过几个珠子，然后剪到多一个就行。多余的鱼线就行了。